Thank you.
国际民俗艺术节的开幕表演，真是非常的光荣，超盛大的一个活动。而且呢，淑珍，今年是第八届来举办了，每两年一次，没有错。而且在今年呢，是台南县市合并之后呢第一次的举办，所以今天场面我们看到更是盛大，现场有上万名的观众，好几千的观众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浪漫的夜晚，那可以说是呢，相信等一下大家都是非常的有眼福。 We have many performances all over Tainan City, not just here tonight. Yes, and 接下来呢，当然这么好的一个表演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大家长，是因为他为大家在这个整个文化推动的方面，就是他的施政计划的第一首要目标。而且全台湾的民调最幸福的城市就是我们台南市，是台民众是感觉最幸福，并且认为这个我们的台市长赖清德赖市长施政满意度最满意。哦，这个一定要英文翻译一下，让国际都知道。Everyon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. In Taiwan, the number one happy